Sega。古より続く戒律を破り、光と契りを結んだ横島なる者に裁きを下す。一族の掟に従い、汝を無限の禁獄に封印する。九条の子は我ら魔道の道から永遠に排斥されよう。大家好，欢迎来观看 Bayonetta， 中文这叫什么？魔兵惊天录的游戏。那这游戏之前我也是玩过一小段，但是那个影片的文件档不见了，所以我就重录。之前我也是玩它的续章而已嘛，所以应该没问题啦。这款节就是续章之后啦。真的开始新游戏了。Able to continue from your proceed anyway, yes. 难度就简单还有中等，那中等好了。这游戏是个爽 game 欸。之前我还以为它是很重剧情了，然后我玩完续章过后才发现到原来这是个爽 game。它跟Devil May Cry 的中文叫什么？恶魔猎人吗？它跟 Devil May Cry 差不多。一个类型，然后怎么音频好像有点怪怪的。这边应该是接上那个开头片，它的音频。遥かなる古の彼方、ヨーロッパの辺境に徳の侵略に仕え、悠久の歴史を見守る。二つの部族がいた。闇に生きる一族アンブラの魔女と、光を主とする一族ルーメンの勇者である。彼らは互いに敬意を払い、不可侵の掟を守って、看不到那个字、因为人類の歴史を影ひなたから支えていたが、その調和はある日もろくも崩れ去る。我刚按了什么东西？游戏会很大声吗？调个音量。世界の観測者とまで謳われた光と闇の両一族が互いに憎悪の炎を燃やし、突如として激しく争い始めたのだ。戦火の炎は瞬く間に広がり、ヨーロッパ全土をいつ果てるともしれぬ混沌の嵐へと陥れた。拷問、暗殺、惨殺、かつてない熾烈な抗争だった。しかし、拮抗する両者の勢力にも次第に変化が現れ始める。絶大なる神の力を振るうルーメンの賢者たちだったが、隠密を旨とする魔女の攻勢に押され、開戦から数年後、賢者一族は滅びたり、アンブラの魔女の勝利でようやく争いは幕を閉じた。完全不懂他背景在讲什么，感觉在介绍剧情，但是我根本没有兴趣在听。打怪就好了啦，游戏。然后一开始会跟你说有什么功，有什么机制，只能乱一通而已。到时候才会有正式的教学。
束もつかの間。今度は闇の力を恐れた人々により魔女たちへの執拗な迫害が始まった。狂気に駆られた民衆は生き残った魔女たちを徹底的に断罪。凄惨な魔女狩りである。抵抗する者もいたが、人々の信仰する神の奇跡の力によってことごとく惨殺され、ついに影の観測者アンブラの魔女の一族も歴史から消え去った。ただ一人を除いて。按照我手好累哦，按照我手好痛。那个是陷阱了，刚刚那个是应该有个年代了吧，至少不是我们现在应该玩到的年代，应该是之前。然后它只有英文字幕，我能翻了尽量翻了，不能翻的话我就不翻了。这是类似邪教吧。然后刚刚剧情有一直提到有魔女，就召唤恶魔吗？啊，枪看起来好尖哦。这边可以做个记录。这是我之前的记录了。这边开始就是教学了。小天使团队。然后这是 Platinum 他们最近好像有公布一个新的计划，叫 Project GG 啊，那个是超人系列嘛，那个我也是有兴趣耶，希望他可以做 PC 版。直接在他的中文叫什么？ハンプティダンプティ墓の中か。壊し屋エッグマンも最後はあっけねえもんだったぜな。そんなことよりなんで俺がこんなやつのためにわざわざ参列しなきゃならねえってんだ。本物さん撒尿。仏を下ろしたら俺はお役ごめんだろ。なあ、今日が何の日か知ってんのか。こんなやつに聖書なんか読んだって無駄だぜ。俺たちのゴミ溜めの中でも札付きのクズだったんだよ。ほれこの通り、こんな葬式に来る物好きだってただの一人もいやしねえ。とはいえ仏の世話も俺たちの務めだがな、やつの組織のご機嫌を損ねたら首が体から離れちゃう。手好長、手好細。うまいことやらなきゃ命がいくつあっても足りやしねえ。我觉得这是这这游戏的特点了吧？这腿又长又细，有点恐怖哎。もらうもんはもらうがな。完全不懂他在说什么哎，感觉用热语。俺だったらこいつが地獄でバーベキューになるよう祈るぜ。いやせいぜい目玉焼きか。我感觉用热文语音。用英文字幕很奇怪。したら目天に登れるだろうぜ。ただし腹を空かせた神様の朝飯としてだがな。接下来我要换回来。さてと俺も帰るぜ。今夜は家でチビたちが俺の誕生日のお祝いにケーキを作って待ってるんだ。可愛いやつらだろう。应该是这个胖子的。阿爸哟。的生日。他说他家小孩在已经为他做蛋糕了。
他回去了。まさか、お迎えが嘘だろう。あんなクズにも。ああ、このクソったらの光め、今今知ったらめ。あ。あの光の中にいるんだな。お前には奴らの姿が見えるんだろう。はっきりと。温かき祝福の光に包まれて天より降臨召された神の御使い。ああ、来やがった。光の主よ、苦しみ迷える我らが家族の御霊、永遠の安息に導きたまえ。他在引导死者嘛，让铁子来接他。虽然我懂这发生什么了，但是我就静静看好了。但是你这些不接掉，他这个动作就类似穿过一个时空。应该在普通施工无法跟这些异物接触，所以要穿过一个石头才可以跟他们，才可以碰到他们。あんたたちもねんねの時間よ。他说你们也该睡了。该休息了。好丑啊，这个。然后这水花是怎么发生的？その辺の人間と一緒にしたら痛い目に遭って、どいてなしだ。どけどけどけ。ロダーマ、よう、エンツじゃねえか。隠れて。感觉他口的动作是很这配合英文的语音。もらう前に死なれちゃ困る。悪い子たちにはきついお仕置きをしなくちゃね。叠罗汉。ユーズ。啊，狐狸。狐狸事件。然后这个音乐我不知道有没有版权的，因为我也没上传过。如果有版权的话，基本上这个系列就凉了啦。这个音乐是这个游戏的算是主题曲了吧。まあひどい安物ね。こんなのすぐ壊れちゃうわ。遠慮はいらねえ。たっぷり持ってきたぜ。然后从第一幕开始，我就发现到这不是什么正经的游戏，这是爽快游戏，乱点基本上全部，只要爽就好了。
お前らポケット見てるなら届け物を頼むぜ。それで10は終わりだ。そろそろフィナーレにしな。啊，怎么抢颜色换了？曲もダンスもこれからよ。这边开始就是玩，就是我的回合。六岁基本上有在效仿这恶魔猎人啊。啊，他们是往恶魔猎人的方向去做。虽然我不知道恶魔猎人一开始是不是也是这样乱来，但是我觉得这游戏也有点夸张了。他这个连击比较多，我是不可能全部记住的啦。我尽量忍按的都按一下。我上次也是在这个连击这边花了很多时间，一个按，但是到最后能用了，我记得能用了也就那几个而已。然后这是可以回避，有点快了。这个我就实战中慢慢习惯，不要花时间。不过他有跟那个尼尔类似的机制，成功闪避过后可以暂停时间，找挖路走。Hello 是哦，平常选下选啊，它是类似金币的货币啦，就是这游戏的货币。有时候那些动作我完全不知道是怎么按出来的。但是我也不管了这个主角我是怎么按出来的？
刚刚说可以锁定敌人，锁定要暗射，暗射的暗射 ，shoot。可以用手跟用角色，太强了这游戏。不乐太美，嗯，按拉已经哦。Beautiful。Once activate, hands and fire。哦，要连打。等一下，太强了！对，这个动作太强了，这动作。他锁定的记号是一个口，一个吻，就是嘴巴的形状，一个吻的形状。这些天使吧，他们在回收那些灵魂的吧，已经死去的灵魂。可以双重跳跃，过双跳跃过那个效果还蛮漂亮的，蝴蝶的效果。啊！誰だ？勝手まだ3日も経ってねえんだぞ！他的新策。わかったでしょ？私には血も涙もないね。快速的往下踢啊，很难按出我想要的连击，所以虽然我也不懂我想要什么。今夜はロダンのおごりね。俺の車がめちゃくちゃだ。なんでいつもこんなクソみたいな目に遭うんだよ。ラッキー、エンジンは調子いいわよ。还能开。それよりセカスヨで悪いんだけど、あんたが掴んだっていう例の情報、早速聞かせてくれないかしら。それどころじゃねえ、こいつを見てみろ。宙吊りにされるわ、車もおしゃかりされるわ、人を散々ひでめに合わせておいて、はい情報よこせだ。お前何考えてやるんだ。ご機嫌斜めだなエンツ。そんなに騒いでいたらエッグマンが目を覚まして、這い出してきちまうぜ。なんだと。レオナッタ、俺は先に帰るぜ。さっさと例の物を仕上げねえと、お前さんが困ることになりそうだからな。待てよ、ロダン。エッグマンはどこへやったんだ。
为什么论文叫罗丹呢？でもあの世でも嫌われ者になって死神に蹴り出されてこっちに帰ってくるかもね。あんたのことが随分お気に入りだったみたいだし。花でも咲いて埋めてきたらどうだ？ほれ。我在完全不懂要听论文还是看他的英文字幕。早くしてくれるかしら？待ってあげてもいいけど5分経ったら歩いて帰ることになるのよ。待てよ！俺を置いていくんじゃねえぞ！他们是要把什么买回去啊？惨，可以再被换吗？不能，我想换个语音哎，但是应该是要玩这一张。啊，くそったれ！せっかく久しぶりの依頼で儲けたってのに、これじゃ修理代で全部パーだ。俺の愛車をこんな風にしたクソ野郎が今度俺の目の前に現れやがったらギタギタにしてやるぜ。目の前はあっち。ちゃんと運転して。何をすまし顔してやがんだ。お前だってろくなもんじゃねえだろ。このゴミダメみたいな町のゴロツキどもの中でも天の使いに手出すなんて物騒な奴は見たことも聞いたこともねえ。对天的使者出手。何これ。那把那盘子给他拆掉。おめえみてえなバチ当たりのやつはろくな死に方しないだろうよ。あの格好結構気に入ってるのよ。お友達にも恵まれるしね。20年前、湖の底に沈む棺桶の中から目覚めて、たった一つ覚えてるのは自分が魔女だってことだけ。その上輪っかを頭に乗っけた愉快な連中を毎日ぶっちめて生贄に差し出してやらなきゃ地獄に引きずり込まれて一巻の終わりだとよ。俺も自慢できる生き方はしちゃいねえが、お前のその難儀な人生には同情するぜ。熱弁のところあいにくだけど電気作家はお呼びじゃないわ。面倒な葬儀を引き受ける代わりにあんたは情報を教える。それが取引よ。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れよ。この車が見えねえのか。こっちはただ働き同然なんだぞ。話してやってもいいが、その前にせめてロダンの店で酒でも飲まなきゃやってられねえってんだ。这车太豪华了。言っておくが、情報は確かだぜ。お前の記憶の謎を解く唯一の手がかり、双子の宝石の片割れの行方をついに突き止めたってのよ。他刚有提到这个。奥涅达好像几年前在河边倒下自缢了。エンツォ、あんたついてるわよ。しつこくてうるさい虫が一匹。被追踪了。现在这个奥涅达跟那个胖子他们关系就是。一个是保护他，一个是提供情报。啊！なんだよ！咋哇鲁总？世界。现在时间是静止的吧？什么东西？这个魔女吧，这个是我们打序章的时候的那个红衣，叫卷吧，我记得。まだ夢の中にでもいるのか？那枪好先进哦，跟我这个。子弹枪不一样，感觉他打出的子弹都是魔力耶，他打出的都是实弹，都不一样，都不是一个境界了。
腰。我猜好像是要蓄力。我猜要蓄满我血条下面的那个卷圈，然后释放出那个讨论东西嘛。讨论攻击有多重哎？然后他拷问的那个语音是英文吗？被打了两次，可恶！乱点，怎么打得过啊？他枪这么先进。所以那个 Enzo 呢，你的车又坏了一个地步。现在的关键是失忆了嘛，他只记得 Jenna 刺他，但是他不记得后面发生的事情。衣服好豪华哦。やつら、でかい騒ぎをやらかしたもんだ。俺の故郷でもちょっとした話題だぜ。あら、そう。この世を構成する三位一体構造は知ってるな。ここ人間界。魔界、轮界、魔界、天界。そして天界、この三つの世界だ。その真ん中にある通路のような空間がプルガトリオ。私が天使たちを狩るのに使ってる場所ね。改まって講義でも始める気？問題はそのバランスだ。たまに人間界で暴れる連中もいるが、大抵はその領分をわきまえてる。だがあんまり度が過ぎるとヨハネの黙示録さえチャチな絵本になるような、天界と魔界の全面戦争が始まるぜ。他们好像说連接戦争でもお祭りでも仲良し同士好きにしたらいいわ。私には関係のない話ね。ともかくだ、今度の騒ぎはどうも匂うぜ。エンツはこのタイミングで情報をつかんだってのも話がうますぎる。記憶の彼方の誰かがお前を誘ってるのかもな。今好多武器哦。他们刚刚似乎是说，连接这三个世界的通道，啊，平衡就快被破坏了。再被破坏，天界和魔界就会打起来，哦，人界就会遭殃。悪魔も喉から手が出るほどの貴重な素材を使った一品だ。退屈はさせねえ。可愛がってくれよ。哦，新枪，新枪。赞哦。这个枪跟刚刚杰娜吗？杰拿的那个武器一样，只是换个颜色而已。又来耍杀技了。
私を誘う？約束がなければお断りよ。でも毎日小物の相手ばかりするのもいい加減退屈してたところだし、そろそろもう少し上品な子たちとも遊んでみようかしら。今夜は随分飲むな。余計な世話だろうが、奴らのところへ行くつもりなら急いだ方がいい。向こうもただのんびりと待ってくれるほど上品じゃないだろうからな。エンツォ、奴の分はお前につけとくぜ。あ、帮帮给他，帮给他喝的分算在 Enzo 的账上。到这边序章就结束了，这也是我上次玩到的进度。但是感觉我上次玩比较顺哎，那闪避比较好闪。感觉用英文玩比较好。这个是可以，这是小小游戏啦。M and Fire。就是可以用我手上的子弹去射击敌人，然后分数越高就越多奖励。分数越多可以买这些这是什么？Extra healing property， 这是消耗品哎。Magic， cost heavy damage to any nearby angel。这些糖果是消耗品，然后这些是好像是类似 buff 之类的，不懂哎。Exchange。这个好像是每一次玩它分数不会累积，你要不就换这些道具，要不就换成钱，就这样。我现在可以换语音吗？可以稍微记录一下，但是耗时43分钟，因为我有玩那个教学里面的连击教学，然后这次我没有玩嘛，会比较快，放个语音。我现在玩了30多分钟，应该可以再玩一张。其实我还抓不准它一张多长，希望不要太长就好了。然后这边开始我就没有看过了。Some whale in Europe is trying to fence a huge rock on the black market. He calls it the right eye, saying it's part of some set called the Eyes of the World. Fits the bill of what you're after, don't it?Now, here's the funny bit. The stone passes around the halls of power for hundreds of years, vanishes, and then the black market goes white hot for the thing. But the seller wanted an arm and a leg for it, to the point no one could stomach the price. So back goes the stone, but not before everyone figures out where the guy is.
You're gonna enjoy doing this one, I bet. I love sticking it to the rich. Of course, when you do, don't forget your old buddy Enzo stuck his neck out on this one. Slide me a few fuzzles out of the rich guy's pocket for my troubles, right? Anyways, you better get going before the trail gets cold. Off to the middle of nowhere. Paradise of Europe. Vigrid. 他们说在欧洲好像有个石头在黑市里面出现，那石头跟我要找的东西很相似，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去找那个石头。怎么能黑的、啊？因为突然就想起来了，哦，现在才正式开始吗？不是，真的透明的怪物吗？你终于到了，这时候觉醒，这时候唤醒世界之眼，那个世界之眼就是刚刚 Enzo 讲的石头。你终于长大了，我女儿。刚刚声音是谁啊？跟OP 有关吗 ？OP 巴里达被唤醒的时候，好像有个迷之声。然后这边就是天堂。你怎么声音？怎么旋转不一样啊？我就不会再站。啊 ，Be one of the security force， 哦，这是警卫了。哦 ，awfully impressive weapon。不会再站的好妖艳哦。这跟他的角色设定很相似了。Resident， 这个就是居民。对，按错，抱歉。现在我在的时空跟他们不是在同一个时空，所以我不能碰到他们，他们也不能打扰我。对，我刚按到什么？我按到要弯，对，有这个动作。这是格挡吗？这个可以换武器，刀具、弓箭。哦，那个方向键可以使用刀具，大致上就这样了啦。然后我想要去哪里啊？那个这相机有点慢。镜头有点慢。这是什么？不去。原来。对。这样。这样就算换个区域了吧。原来这游戏有类似这种半开放式的探索。
is sealed。被锁住了，对不对？干嘛这个？这 spam， 它发出了声音，还有光，然后越靠近它就越亮。As it has some sort of ability to respond to a witch power building， 它对魔女的能力会有反应。喂，啊哈？哦，这样哦。哦。所以我这个算是一个方向的门，然后跳下去会死吗？不会吧。那我们基本上一直打连接就会自己开，虽然回蹦还以为你是什么Bearing Shield of the Sun。什么意思啊？钥匙？武器？武器？啊！我可以不看就行吗？这游戏这个帮大家可以抓枪欸，哦，钥匙了，这钥匙啦，不是武器。最有类似 Over the True， 很长吗？哦，很长耶，可以不看吗？这些好长，想关掉啊。哦，这边虽然我英文不是很好，但也不算很糟糕，可是要翻译这么长一串，我就不想翻，看到都累。他说应该本该有两个 wave， 这是什么？Demonic entity， 要干嘛？本该有两个，叫什么来着？那个，我一直按不到闪。然后把他的服装有变耶，穿更少了刚刚。好，又恢复了，增高了两个石像。哦，我恢复了。然后呢，那 release will be your test， walk upon the water， prove yourMethod of dodging the lightning in a single hair break。 要躲开光源，什么意思啊？哦要他们是要测试我的躲避技能了。
hypersensitive state, incredible speed, walking on the water. 我只要时间暂停，我就可以在水上移动了。这样哦。哦哦哦哦哦。然后就是回血。所以那种石像的话是要做一些测试，然后才可以通关。然后这个就跟刚刚一样。可以上。怎么在欧洲会有这种设施啊？就这样了吧。这方面我觉得它跟欧姆猎人有很大差别。Useless by itself. Concording compound. 完全蹦是什么东西？我看到有 红色光哎、欸。触碰那个，我可以切换次元吗？切换时空。I knew it. This town's teeming with heaven's little helpers. It's making my buddies downstairs awfully nervous. 他跟天堂的帮手有来往，这个城市。Some places in this world are closer to Paradiso or Inferno. The rat hole of the town you and I live in is close to both.But the Vigridians, they got a special air about them. They're closer to Paradiso than anyone should ever be. And that shit just plain creeps me out. I guess I'm gonna have to set up shop here and score me some halos. These stupid rings are worth a fortune back home. Since it seems you're spoiling for a fight, if you come across any of these, bring them to me.And I'll hook you up. 这些钱可以跟这个在光头买买东西。Line his pockets. I'm beginning to see why Enzo is so fond of you. Real cute. But let's get one thing straight. Your fights are yours alone. I'm only here to watch my handiwork in action. So don't get any bright ideas about coming to me for help. No. You get one thing straight.I'm not the slightest bit interested in the fact that you made these guns. If you get in my way, I will... How do the Americans put it? Oh yes, bust a cap in your ass. Right on, baby. Right on.这个光头到底是什么来头啊？恶魔吗？这边呢？我可以进入地狱的门。好。哦，这是回到那个光头的酒吧。Business or pleasure? 你这是为了做生意还是为了？还是怎么反啊？不会反嘞、欸。Hotness of the hot item in my shop. If you're not sure what to go after, 他说有这个标记的话，就是热门商品了。如果你不知道要买什么的话，就直接买这些商品就可以了。武器还没得买。视频倒是有，怎么用啊？这个 ，which time will be instantly triggered by spending magical power？ 它可以立刻触发魔女的时间，就是那个扎瓦鲁多，然后好像会有魔法伤害，不知道。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enemy is when you are attacked.可以，叫什么啊？化解敌人的攻击，但是那个手柄要推向敌人，要推向攻击你的敌人。这个倒是，这就是消耗品。然后这是技能 ，Air Dodge， 空中闪避。这什么？Press over enemy and screen。可以冲刺到敌人面前。U slide，U slide 是什么？可以回血。哦，这是刚刚的用脚踢的版本，一样的东西。这个呢？空中闪避，我觉得买个技能好了啦。这是什么？宝藏，买个技能啦，没钱了，只够买一个。所以我跟光头只是一个生意的一个商人跟一个用户而已。Unicorn Horn， 那孔炮是什么？Purple Butterfly， Revive one magical power when obtained， 你复活？不懂。所以这东西破坏了有钱呐，是这样。这些书我就不读了啦，虽然感觉他应该会帮助玩家更加了解剧情，但是我英文记不好，我懒惰翻，我翻了也不准，所以就算了啦。进化了，天的使者。新的怪物吧，新的死者。哦，可以装备天使的武器耶。可以拿天使的武器来。
他武器种类真多。这些我也能使用处决哦，哇可以耶，一起死哦，诶新武器新武器，打完了，一漏应该是要打背后的弱点吧，哎哎哎哎，有抓技哦，一瞬间把你搭好像裸体了，哇哇哇哇，这谁受得了啊，身材很好耶，其实虽然我就吐槽他的腿了长得很离谱，但是他身材很好耶，有点兴奋了。哎，这么大把武器就这样缩小了，开什么玩笑？不公平。LP featuring Crystallized Voice of Angel， 完全不懂什么鬼东西，不管。我现在只要管爽就好了。哦，这用脚拍的。Pure Platinum， 只要没有伤害，没有受到伤害的话，可以拿到白金的。Metal 叫什么来着？奖杯，白金奖杯，奖牌啦。后面有个乌鸦嘞，可以射它吗？怎么了 ？What are you doing? Let's go。这是巴尼达的之前之一。哦哦，这打龙嘞。感觉好低哦，不伤害，只能用枪射哦。有个人牺牲了，会闪哦，他们两个智障队友。哦哦，我也智障，对不起。闪错边，
血好长。哎哎哎，很痛很痛。哎哎，难。闪刀闪刀闪刀。哦，闪哦，过场了，过场了。那个头感觉很，应该说这游戏的怪物设计的很特殊，稍微会想起他的记忆。哇，被打中了1200，被打中了12下，一下扣100。超难，那可以看地图、哦。可以去买东西，算了。出来。喂。我还不习惯你们的攻击模式耶。那个算是攻击吗？到底跳，会有这种突发事件哦，我快死了耶。那怎么他觉得，我觉得这游戏跟当时的战神有战神的影子耶。被打中了，被打中了，来，为何每次都要摆这个姿势啊？被拔开了手。这个刺下去后会有什么效果？然后啊，他帮一下头发到底是？到底是什么啊？头发是怪物吗？一章结束了，是拿一个银牌，好难，这游戏还要慢慢习惯了。它不像 Square， 它不像尼尔那样那么容错率那么高，这个容错率比较低，比较硬核、哦。这份，这份数我都拿来换钱算的了，还是可以买这个、啊，这些感觉都是消耗品哎、欸，换钱好了，应该可以去第二家了。这些到底有几张啊？
我可以，我觉得我可以先做个段落，花了一个小时多一点。这个是去上线嘛，记录一下。我觉得这游戏，应该游戏性来说，应该不错啦。但是剧情方面我就没把握了，因为说真的，我英文也没很好，他很多字都用蛮深的，所以比较难理解。然后我大部分时间都放弃翻译了，直接看过去就算了。如果比较重要的话，会大致翻译一下啦，不然的话我就直接看过去了。然后我一次错怪这游戏了，我一直以为这游戏是一个爽 game， 没想到到后面开始第一章之后，它就有一些半开放式的探索，跟恶魔猎人比较像。恶魔猎人它初期有这样的设定吗？我是不记得了。然后它又有点战神的影子，会突然出现一些即时的类似 boss 战，所以会比较刺激啦，中期我是觉得不错玩啦，但是应该会错过很多东西，因为剧情看不是很懂，那个英文比较深，我又不想打补丁，他又没有官方的中文，所以我只能硬啃生肉，没办法了。好吧，这游戏大致上就先玩到这里，我们下次再继续。